我们准备了一个双人舞。你们这是准备要放弃我了呗？嗯。哇！天哪，这个可以有50000块哎！天哪，那我们一个人12500。我们要发财了！这个也不能完全这么讲吧？咱们学校卧虎藏龙，高手还是很多的。嗯，不过咱们要是努力努力，拿个小奖也不是不行。哎，你们会不会乐器？我们可以弄一个四重奏。我会小提琴。我会弹琴。我会一点古筝。我会打击乐。好，姐妹们，我来了。这么正式啊？那我也献丑。要不这样，我们排个舞，我是啦啦队的，肯定没问题。嗯，也不是不可以，我小时候学过芭蕾。嗯，我会一点艺术体操，我可以学。嗯，我力气大，我可以托举。消息啊，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们准备了一个双人舞。双人舞？嗯。我们四个人怎么跳双人舞啊？哎。你们这是准备要放弃我了呗？是老老。我们是这么考虑的，大家就各自发挥所长，这样子多一个节目，咱们宿舍也会多一些得奖的概率嘛。是的。行吧，我自成一派，勇闯舞台，把你们一个个都 PK 掉。拉拉加油。嗯。这世界很酷。